哎呦，我这猫一号走的，今天四号五号了。今天四号。哎呀，三十一号走的，三十一号四天吧，五天了今天。哎，猴哥以为这就是意外了，这上哪去了猫猫啊？这回来了，真饿。你看它饿没饿？走四五天了，你看它饿没饿？你看它饿没饿呀？哎，它怎么走丢了呢吗？你看受伤没？奇怪，没。身上有伤没啊？快给点吃的，给点水喝，快点。哎呀，这猫软的，我收去。我去完了呢。你看给它吃。刚才你哥走到还叨咕。不是，你给它点水喝，给点吃的，看它饿了吧？瘦了，你呢？上哪去了你呀、啊？你看，快给这水喝进屋，给点吃的，看他饿没饿，看他是饿了吧？这两天没吃饭呢，咱这玩意儿，这里你快给点水喝，给点吃的。你这猫上哪去了你呀、啊？哎呀，这猫，怎么回事的呀？刚才你干了叨咕你快给点吃的，看他吃东西吗？看他饿了吧？这两天饿了，能不饿吗？你快看他吃不？你给先给他一点，快点。哎，你看他吃不？上哪？给他点水，他渴呀。你给点水呀。不喝水，喝牛奶呀？没有牛奶了。没有牛奶了，渴了，饿了。你看他没啥吃的，几天了，哎、吃啥呀他呀？哎呀，这猫猫。上哪去了你这？不，他怎么都走丢了呢？还是咋的了？瘦了吧？你摸瘦了。他怎么回事？我一进去看见猫，听猫叫。谁给他卷起来了？哎呀妈！大伙儿，这给我录，先给大伙儿录了。哎，谢谢你在老店喝个心疼话。天，昨天晚上半夜那么醒了，你看他饿了，看见没有？猫猫啊，上哪去了？哎呀，我就回来了，可是。哎，这俩可是回来了，就刚才你带俺了走，你刚昨天还叨咕。今天猴哥高兴了，这哎，他给你叫唤了。啊！我一下子开门，我说猫叫吗？猫，哎呀！哎呀妈，真万幸。看他吃，你看罐头你给他的，饿坏了。走吧，李哥，今天给你。你们别玩了，我跟你讲。夏天的多伦多太美了。回家，回家。烦人，你家伙。猴哥荡秋千呢。来，我推猴哥一把。鸭子呢？鸭子没了，鸭去楼空了。鸭去楼空，干折了。哎呦！哎，你知道我小的时候跟我爸他们去玩那个半截公园里那个转轮，对，转底下去了，吓死我了。小天，这快点推天哥。你怎么那么？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。就小的时候有一次，我跟我爸我们去金州，对呀、啊，金州有个动物园。哪有蚊子？天多好啊！哎，听我说，把这个撇那边行不行？哎呀，你撇不过去。撇完之后怎么捡回来呀？不要了，撇不过去，大雷。那怎么撇？你撇一个，你吹牛呗你。你砸到人怎么办？哎呦！哈哈！Oh my god！ 太厉害了！哎呦！小美，你干啥去了你、啊？弄火车站去了。我打到人怎么办？被火车站长给你打了。可能火车道上。你扔火车上不能影响火车吧？没有火车。上哪去了你啊？哎，走了五天呢你呀、啊、我寻你完了你呀、啊、这回。哎，我还说你一路走好你又回来。哎呀，真聪明。回来吃罐头，饿完了搁外面。把谁给捐上了你啊？这聪明你呀、啊。聪明啊。小猫猫了后边。哎呀，听话了，天天跟妈在那床上睡觉。哎呀妈，这眼睛是不是开反光灯了、哎、我说呢。聪明了，聪明的猫猫啊，嗯，听话，最聪明了。一号走的，四号晚上回来。